水了，终于退水了。今天准备的工具还是二锤，走。哎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！一只螃蟹，还有一条那个小的石斑鱼。去吧。嗨，嗨，嗨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没有！哇塞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多的石堆，大家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？大家肯定会觉得哈是大鱼拱的，但是看向前方，看向那些就是挖玉石的队伍。其实的话，这些石堆就是他们挖玉石挖的哈。我们先敲鱼，看一下他们最后会收获哪些玉石。哇，螃蟹！哎呀，今天这个螃蟹收获太多了。哇，哇塞，你给啷个看呢？哎，鱼子里面都是肉，干干净净的。刚刚第一条收获的是黄棒鱼，钓鱼人都知道，收获黄棒鱼的话，一般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我感觉后面应该撬不到鱼了，咱们改变策略哈，去对岸抓螃蟹。哟，这个水流还是有点湍急啊。你看这些石头，应该是有螃蟹的。哇哇哇塞！哇，两只两只。诶，我感觉这里有这么大一只。哇，这么大一只，它的脚嘞？收获四只了。你跑你跑你跑跑这么快。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，肯定里面有螃蟹，我觉得咱们帮看看一下。哇哇塞，又收获一只大螃蟹。一二三，哇哇塞，哇哇塞，这个是算是今天的巨无霸了。咦，还咬我。哇，这个一锅应该有了啊。哇，这么大一只。又来一只螃蟹，完了完了，我的锅不见了。你看这个水现在已经漫上来了，你看涨水了涨水了。你看他们挖玉石都上岸了，糟了，我这个锅怎么办？我的锅呢？我的锅呢？我记得我放在对面的，就是捉完螃蟹就不见了。哇，不错，收获两三斤的螃蟹。先把大家给它卸下来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油温终于上来了，等螃蟹炸干一点，咱们再放调料。Thank you.
人间美味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了，冰糖喽。我觉得罗非鱼在什么温度的情况下会死掉呢？这口糖的话，我大姨家喂了很多罗非鱼，前两次呢就是卖了几百斤呢。今天呢大清糖看一下还剩下多少罗非鱼，我看着还是有不少鱼的。娘，你们清完糖明年子准备喂点啷个鱼？喂草鱼，喂几根鱼。喂啷个不喂罗非鱼的哟？不喂罗非鱼。我可以慢冷冷的都不喝。哇、啊好大一条。哎呦。哎，这个是鲤鱼耶。哇，好大一条鲤鱼啊。嗯，把它弄好。要不然以为那个有时候女的不会坐在这里的人啊。我老婆也是。哎呀按住了按住了。哎呀那个是花鸟。大鱼大鱼，我好喜欢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要不拿个露露来。哇塞，不露水，好多细腻根根呐。快点！这个，快点，能不能抢到去？百年萧何花惊起。跑了比哪个还凶呢？这个鱼，哎呀，你跑得那么快！哎呀！又跑了，跑了。我走不了。哎呀，这条鲤鱼，这个弄了换水，快点！快点！弄了两个龙鱼。嗨！哎呀！哟，哎呦，我好冷呀！哎呦！
这个月里。这个好不容易白包十斤鱼，我觉得有。白多斤呢？啊，明天拿去买。这个鱼是哪个鱼哥？这个鱼啊？花甲，花甲。花甲呀！花甲的鱼。哇塞，好漂亮！好大一群小金鱼。多少故事在